跟这世界上所有的 Karen 道一个歉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 。对一下自己，因为刚刚的表现有点让他超过他的想象。呱吉，就是我们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次的演出呢？就是在呱吉在大港开唱的时候看了我们跟 Freddy 的表演，然后他就开了直播，他就笑场左委员说：“哇，大型车祸现场这样。”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你，呱吉，你对于你刚刚的表现就是还满意吗？你觉得是擦撞，还是对撞，还是翻车？我觉得是我在倒车入库的时候直接撞到电线杆自己搞的就对了，没有别人的猜。对，不能怪别人。可是我觉得我有想过一件事，如果我今天表现非常翻车的话，那我就会直接宣告我跟林长佐一样烂。好像也没有很差的感觉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大象体操的乌牛兰版本原唱是我妈。然后他是学声乐的，所以基本上你们两个基本上就是像是蝼蚁一样，就如果是哦， 对，所以呱吉你不用担心，就是你今天跟 Freddy 就是差不多。所以我现在今天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唱那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其实可是另外一首歌也是有他的原唱的。对，我们就是，对，我们即将要，我们即将要 feature 的这首歌呢，原唱是透明杂志的主唱洪生豪。有够难唱，那我就希望生蚝就是可以尽量远离舒适。这什么意思？但是我昨天，因为我昨天看到，我昨天就是原本就很担心呱吉到底演得怎么样，就是他有没有练习啊等等的。但是我昨天看到他在就是咨询台上面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他，因为他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柯市长对他不公允这样，所以他就说，这件事情就是不对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。柯市长马上就说：“好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错了。”然后呱吉马上说：“好，谢谢，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。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咨询的表现，就是对，因为对方犯错，他道歉就接受，然后我们就赶快进行下一题，我们就赶快进行试证。可是，就是我最近就是开始跟呱吉合作的时候，我看他在生气，我就想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多练点歌？”哇哦，真的，其实这种事情有必要你那么生气？这个才准备了，很厉害，还准备了这么多资料，对不对？快点，我要去参加演讲。这真的要邀请，真的要邀请。所以，接下来呱吉要唱的一首歌叫做《大象体操》的《夜阳风景》。对，刚刚阴天只是 intro，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呱吉委员才要就是大展身手。我刚刚都差点要走到后台去了，好可怕哦！因为真的要来吗？这首歌是一首五拍的歌，所以在练团时我们就一直帮呱吉数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，然后他就一直想，因为他练习的时候一直数一二三四，怎么一直觉得少一拍这样？没有，他就是一直说你们确定这边没有多一拍吗？就还质疑我们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后来他们跟我解释的时候，不是他们如果只是五拍也就算了。我习惯到后面，我一定会习惯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还有六拍的。没有，我们有五五六六啦，五五六六不能往啊。对啊。好，变相的一种纪念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大家酒喝够了吗？自己已经进入，有没有没喝的啦？拿起来。好了，今天浪人祭第二天，大家干一下吧，来吧。有没有？来了来了来了。呱吉，台下刚刚是不是有人会帮忙的？对对，有一些会帮忙，帮忙唱，好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
坐在绿色小船上，